大家好，艺术是非常好养护的观叶植物，不过呢，要想把它养得比较健壮，比较容易养，接下来这一步呢，花友们一定要记住。花友们看一下，我这盆艺术是去年扦插的，去年秋季的时候，现在呢长得非常旺盛，没有给它换过盆。首先栽培艺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不要用太大的花盆，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小花盆，这盆艺术都长得非常旺盛，因为艺术的根系都是一些细根，如果花盆太大，盆土太多，浇水之后呢，水分挥发慢，很容易导致烂根的情况发生。所以呢，花友们，我们选择花盆的时候呢，植株放下去，植株和花盆边缘的直径距离5公分就可以了。平时浇水呢，水分挥发快，更有利于艺术生长。第二个，养分，要想艺术长得挺拔，叶长要旺盛，养分一定要跟得上。一直以来我都是用速效的复合肥，在生长期的时候呢，每半勺一个月。进入了秋季呢，也是艺术的生长期了，所以呢，花友们一定要做好补肥，这样艺术才能生长得更加旺盛。栽培土壤呢，我们一定要选择沙质土，因为呢，沙质土排水透气性比较好，更有利于艺术的须根生长。好了，再见。